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各位师父、各位居士、各位大德、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到天台宗派教学二四念处五十八教次第的建立，第五篇原教，第六行位。现在我们来讲这个观行的位阶。那我们直接来看着文在这一边跟别教一样开有五十二个位阶但智者大师呢在十信位之前依据法华经然后呢这个法师功德品这一边然后再开出呢这个五品弟子位我们看着文这个将由无悔法门开始，名五品弟子位，实信六根清净位，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等位，如下所示。我们可以看着这个图表，这个图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别教从十信位开始十信十住十行十会向十地等觉妙觉那智者大师呢在这个十信位之前加开了一个五品弟子位然后在初随息品当中呢有加开一个无悔法门在这一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原教的位阶原教位阶呢在这个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在十信位之前，智者大师加开一个五品弟子位那五品弟子位呢处随息品从这边我们要开出一个无悔法门那这个无悔法门呢？这个通于这个大小圣通于大小圣那无悔法门呢最主要它的理的不同所以呢断惑烦恼不同成就的功德呢那也不一样那这个无悔法门呢是依据呢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里面的无声忏悔而开出的用这个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为底本来做这个法门的运作那无悔法门里面呢实则它有分为呢理观和事修理观初心即缘中道实相那事修呢就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那我们先看着文讲完之后呢我们再来讲呢这个位阶里面详细的内容那这一边讲呢初品随喜即是信顺一时之理若人素质深厚或执善知识或传经卷原文妙理为一法一切法一切法一法非一切不可思议如前所说起源信结信一心中具十法界如意微尘有大千经卷避开此心而修圆行那这一边呢讲说呢初随息品所谓的随息就是随佛所说信顺不疑
那随佛所说，说什么呢？说一时之道，啊，也就是一佛圣之理，啊，能够呢信顺不疑，啊。那这边讲，若人素执身惑，啊，惑执善知识，惑从精简，原文妙理，啊，那若是能够呢，深信啊，一佛圣之理呢，说此人呐、啊，是素执身惑，啊，也就是说呢，此人非今世所学，啊，他过去呢已经深修一佛圣之理，啊，所以呢，素执身惑。素执就是指过去是已经种下，哦，深厚啊，种下呢哈、哦、深厚的善根了、啊，啊，代表他过去呢累劫所学，非今日所学，啊，将或从善知识，啊，还是从善知识所学，哎，善知识呢？啊，这是你的教授师的，哎，那是不是呢？听闻善知识所说，我们就能够信受呢？啊，哎，那也未必，啊，那也未必，啊，过去世若是非所学，乃至今世，那我们讲呢，或执善知识，啊，那听闻呢？啊，这个善知识教授师所说，我们人呢，是不是一听闻就能够信受呢？啊，那在这边一佛圣乃不思议之法，若非过去深种善根，啊，今世闻法，那也未必信受。啊，我们讲说未必的，就是不一定，啊，能够呢，真实信受的人。啊，大部分都是过去深种善根，啊，那深种善根，今世呢，哎，这个听闻善知识所说，能够启发你的善根，啊，哎，但是一般人我们听闻所说呢，到底能不能够分别呢？啊，这个就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啊，哎，讲。或从精简原文妙理，啊，还是呢，从这个经书里面，啊，然后呢，得到这个什么圆妙甚深不思议之法，啊，哎，说所谓的不思议之法，为一法一切法，一切法一法，非一切不可思议。如前所说，啊，起源性结，啊，那不思议法什么？一法一切法，一切法一法，啊，那这一边，以前我们也讲过，哎，说声闻人能知一法，不能知无量法，啊，因为声闻人呢，啊，做空观，啊，断见师只是自利。啊，所以能知一法，不能知无量法。菩萨呢，能知一法，亦能知无量法。无量法不能入一法。啊，那菩萨呢，所做的是从空入假观。啊，有别于声闻，他有利他的慈悲心。啊，所以菩萨能够知一法，亦能够知。无量法，但呢，无量法不能够入一法。那菩萨所做的是从空入假观，啊，哎，那说佛啊，佛呢是不思议法啊，中道第一观，能够自利利他一如究竟圆满，啊，所以呢，佛。能够知一法，自我烦恼断除，亦能够知无量法，啊，那无量法会归到一法，一切啊汇入到呢啊这个法界一佛圣，令一切众生皆成佛
啊，那这个就是呢，佛是究竟圆满，不可思议法，啊。那讲如前所说，起缘信解，啊，能够呢，起这个原教一佛圣，能够信受，啊，信一心中具十法界，啊，别教呢，啊，这个假观。在分别十法界一切法，啊，那圆教在这一边呢，是呢一心具足十法界，啊，因为一心具足十法界，所以从呢，这个十这个一心来看的话，啊，这十法界无非都是一心的用，啊，还是它的显，啊。那这边讲不思议法，一心具足十法界，如意微尘有大千经卷，啊，欲开此心，而修圆行，啊，此不思议法呢，说如一微尘，啊，微尘里面就含有怎么样啊？大千世界的经卷，啊，哎，这个怎么样呢？就像这个《维摩诘经》里面讲着所谓的。戒执那须弥，此不思议法啊！那此不思议法，是不是表现只有在理上呢？说其实不然啊！这是呢佛所证的功德力啊，确实能够呢啊以戒执来那须弥。啊，确实是可以，那对我们凡夫来讲呢，实则没有这个功德力，那我们只能够从理上来说，啊，从理上来说，啊，从事相上呢是不圆满的，啊，但是诸佛的功德呢，确实是可以，啊，所以才称为是不思议法，啊，那圆行者，啊。圆行者一行一切行初品修十法成圣后四品亦如是修此十法十法以四念处所名圣祥其心念念须与诸波罗蜜相应是名圆教处随喜品、啊、那这一边、有一个呢十法成圣啊这一边呢，我们先来讲这个五品弟子位无慧法门，讲完了再来讲这个十法成圣。实则在圆教在这一边呢，它开有两种方式，啊，一个是开呢，这个五品弟子位，啊，五品弟子位，啊，然后五品弟子位再开这个无慧法门，啊，那也有直接呢，从呢，哈，十信位开始讲。啊，十信位开始讲的时候呢，他就开这个什么呢？十法成圣啊，这两者呢有一点点的啊，这个不同啊，那我们先来讲这个五品弟子位啊，那五品弟子位呢，是智者大师依据《法华经》啊，在十信位之前加开这个五品弟子位啊，那五品弟子位，第一个随喜，第二个读诵三说法，四兼行六度，五正行六度，啊，那五品弟子位，第一个随喜，随喜实则是什么？信这个理，啊，跟这个无为法门下面讲的呢，初心即圆中道实相，啊，是一样的，啊。这一边听闻佛所说法界观生死即涅槃一真法界一佛圣之理能够信受、啊信而不疑、啊、那这个就是呢、这个随喜品、啊、就像说我们信佛所说华严经、啊、信佛所说、这个法华经啊，这一切大圣经典，我们能够信受，哎，啊，
那信说信，但是呢未必能够真正的了解啊。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哈，信说的内心是不怀疑的。哎，那不怀疑跟不明了是两回事哈。哎，若是不明了而怀疑，哎，那就不是真的信受了，啊，那就变成呢对佛所说经典有疑，在这一边内心不生疑，啊，哎，但是怎么样，是不是真正完全了解呢？哎，那未必，那未必，啊，就像说，哎，我们信受佛所说，哎，这个有极乐世界，啊，但是呢，对极乐世界，我们信受，但是那里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呢？啊，我们未必能够了解，啊，但是我们相信啊，我们相信有一个极乐世界啊，哎，那这一个就是出水洗品啊，那出水洗品最主要先怎么样？深种善根，信了 啊信了以后呢，要进一步的啊加以了解啊，哎，这个就像我们呢。经典里面一般我们都会讲到这个什么呢？我们修行里面我们会讲说应该要怎样信解行证，对不对啊？哈，信解行证套进来，在这边呢，信可以讲说是什么呀？出随喜品，哎，出随喜品啊，信佛所说，不思议一佛圣之理啊，法界观，哎，跟着信了以后呢？那对于呢这个法界观之理如何加以了解呢？啊，那透过第二个读诵，哎，读诵，哎，那读诵呢啊，就要读诵这个大圣经典，啊，读诵这个大圣经典也不是说只有读诵《法华经》而已，不是的，啊，你要前面读诵什么？诸大圣经典，诸大圣经典，啊。读诵的目的呢，最主要在什么？助开理观，啊，这一边在助开理观，啊，前面随喜是什么呀？我信受，啊，信佛所说，啊，内心不疑，啊，跟着第二步就要什么？啊，进入到解，啊，这个读诵最主要是什么？这个。助开理观，啊，助开里面，前面呢，佛所说一佛圣之理，啊，哎，那我们讲呢，这个读诵经典要读诵呢，哈，诸大圣经典，但是我们呢，这个大圣经典里面，我们要知道哈，这个为什么要诸大圣经典都要读呢？啊？那实则佛圣，啊，学佛圣，你同时要学习菩萨圣。菩萨圣呢，啊，这个又包括声闻缘觉圣。那我们先讲这个菩萨圣，菩萨度化的对象就是声闻与缘觉，啊，声闻与缘觉。啊，那菩萨的真相就是佛啊，所以你想要学佛圣，必须要学菩萨圣、缘觉圣和声闻圣啊。那换句话说，啊，换句话说，啊，声闻圣啊这一边最主要是在什么？哎，自利。菩萨圣呢，在。利他，那佛圣自利利他一如，实则是对于声闻圣跟菩萨圣的融通增上啊，哎，那所以佛圣呢，你要成就佛圣，一定要学习声闻圣、缘觉圣和菩萨圣啊，进一步增上。才能够成就佛圣，那就是学菩萨圣的人呢，你本身就必须要学习声闻圣和
圆觉圣，啊，因为他是你度化的对象嘛，啊，所以呢，在这边住开理观读诵，住开理观要广读一切大圣经典，哎，广读一切大圣经典，啊，那大圣经典有没有包括小圣？有，有嘛。啊，因为呢，声闻缘觉是他的度化的对象，啊，所以呢，大圣经典就有包含呢，啊，这个小圣经典，啊，啊，所以在这边住开理观，啊，要读诵呢，哈，广读一切大圣经典，哎，那你说呢？那我们想要这个。对一佛圣不思议之法，哦，那以现在来讲，那我们应该读诵哪些经典呢？啊，这个经书很多，哦，那一般我们读什么呢？啊，那依据呢，我们这一边的五十教，对不对啊？啊。五十教呢，我们就读什么？哎，至少要读花严，啊，啊，哎，我们这边有怎么样啊？诸方等经，哎，方等经里面呢，我们最主要是读什么？啊，哎，哎，哎，维摩诘经，至少呢，在我们天台宗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哎，应该去读诵这个《华严经》，啊，哎，这个《方等经》，啊，那这边有《维摩诘经》《不思议梵天王所问经》，啊，这个《金光明经》，啊，但是一般我们《金光明经》比较少提到，啊，哎，还讲这什么《大品般若经》，《金光明经》最主要在讲过去的菩萨行。啊，哎，那在讲呢，哈，这个方等大圣，哎，大品般若经还有什么？这个大智度论，哈，哎，这个都是开发呢，哈，哎，这个我们对于一佛圣之理，尤其是这个大品跟大智度论，啊，它最主要在讲这个次第三观，次第三观，啊，那次第才能够向圆融，啊，那整个呢？哎，这个圆融观的内容啊，没有离开这个次第观，啊，所以在这边啊，这个般若经啊，这个很重要啊，哎，然后我们读诵这个法华经，还有这个什么大般涅槃经，那这个是在南北朝的了，啊，那后来唐朝我们又翻译一些经典，啊，也很值得来读啊，哎，就像这个什么呢，读诵这个，啊。那这个《楞严经》啊，这个也可以让我们呢哈，这个广为来受持啊。前面那三卷呢，都是在讲如何大开圆觉，对不对啊哈？哎，讲这个什么如何悟入一佛圣之理啊？那边开呢哈，哎，这个几乎啊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全部都讲完啊。哎，帮助你呢，哎，入佛法界。好了，前面那一边哈，所以我们讲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啊，这两部呢，啊，这个很重要，可以讲说是一组的了。哎，悟就是悟入法华的世界啊，啊，还有这个圆觉经，哎，我们讲大开圆觉，大开圆觉，对不对哈？所以禅宗呢哈，用了这个啊，这两部经呢哈，后来在禅宗也很重要。啊，哎，当中呢，就是看不思议法呢，那中国祖师的著作哈，那你就要看什么？哎，那你就要看这个《六祖坛经》啊，《六祖坛经》呢，实则他讲的呢，啊，他在那边讲法的时候，和这个《维摩诘经》的不思议法是很类似的，很类似啊。你像他讲不思善，不思恶。哎，那是什么呢？那有没有？啊，这个很类似哈。哎，那所以呢，在中国里面呢，啊，祖师的著作，那就可以看看这个什么《六祖坛经》啊。
当然呢，《六祖坛经》这一边是纯粹的哈，都是谈一佛圣之理啊，所以你若是解释不对的话，你会落入到什么藏教、通教的，哎，一解释不对会这样，啊，哎，那所以你必须对这个什么次第观掌握得很清楚，才有办法去讲这个圆融观，啊，哎。好，那这一些大圣经典呢，实则大家很值得呢哈，多多读诵，啊，多多读诵呢，哎，可以讲说是什么深种善根，啊，前面讲的呢，啊，于经典中怎么样啊，哎，这个呢，听闻这个什么圆教理，听闻圆教理啊，就是这个样子，啊，哎，那这个。读诵经典，啊，读诵经典，最主要是要铸开理观，啊，那铸开理观就要什么？广读一切大圣经典啊，那才可以哈，要广读啊，你不可以呢哈，这个只不过读的其中一本啊，那不行，那不行，那就变成呢这个知识太缺乏。不能够全面性的开展，啊，所以从我们这个大圣经典里面，种种的大圣经典里面呢，啊，你的智慧的广博度跟宏观度啊，你会增长很多，你会增长很多，啊，哎，那呢，还没有专门授持哪一部经，至少这些经你要先看一遍，一定去看一遍，啊，至少大约有什么。啊，那每一个人呢，每一个修学的时段都不同，可能你现在专门诵法华，哎，可能改天你会什么，哎，跑去诵大品，哦，改天搞不好呢，你就会是诵什么楞严，啊，随着呢，你越学习，你会越感觉到自己呢知识性的限度的狭隘，你就会。突破自己，想要多学一点，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去什么啊？再去读诵它，啊，所以这几本经呢，哈，在中国里面几乎是什么广为流传，啊，所以我们时常听到的经了，哈，你应该去多读诵去看看它，啊，有它的道理，啊，像现在呢，外面啊印一些呢，哈，根本都没有听过的经啊。哎，这个觉得这什么很奇怪，很奇怪的啊，那个到底是真的呢还是假的也不知道啊，这印的一大堆啊，哎，这倒不是呢哈，像呢我们中国古德提倡的这一些呢哈，大圣经典啊，那现在我们呢很少人提倡这种经典，对不对啊？啊，这个代表法义呢哈是很没落的，法义已经呢哈残破不堪了。残破不堪，所以呢，几乎很多重要的经典我们都没看过。我们都差不多的哈，这个经典可以列的差不多这一边呢，差不多到这一边就差不多了。哦，那这一边读诵经典哈，读诵经典最主要呢，我们讲呢哈是要铸开理观，跟着呢讲说法，啊，说法，那读诵呢？铸开理观啊，来透过呢这个教理的学习，哎，内心呢哈，对这个一佛圣之理有所体悟，哎，有所体悟之后呢，啊，这个时候触动说什么？这个大悲心啊，哎，这个菩萨行者啊，哎，他会触动到他的大悲心啊，哎，那所以哎，他也想要与众生来分享。啊，哎，那透过大悲心也好啦，啊，还是说呢，你想要进一步的厘清法义，这个时候必须要透过说法，啊，那说法呢的目的啊，在于实则还是在自利，啊，还是在自利，啊，虽然呢说法。与众生结缘，但是呢，哈，化功归己，
啊，那说法得到的利益就是礼官的正上与融通，啊，前面读诵是助开礼官，帮忙你了解法义，啊，那法义了解之后，我们透过说法，哎，说法这个时候面对的，这个他人的时候，我们在讲的当中，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法义更加清晰，啊，同时呢，可以发现我们法义呢不明了的地方，我们缺失的地方，啊，那所以呢，这个为他说，在我们学习教理当中很重要，啊，这一边再怎样啊，理观的增上与融通，与融通，啊，对于法义了不了解，你一定要透过讲，看跟讲不一样。而我们在看经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没有问题，对，讲的可以，我了解，哎，但是不是真的了解呢？这个必须要透过讲授，啊，一讲授下去，你会发现，哎，看的好像知道，但是讲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讲不出来就代表已经有问题，啊，有问题，啊，那有问题呢？我们可以发现到我们不足的地方，啊，那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补足圆满它，啊，再去将这个法义呢更加的圆满融会贯通，啊，所以说法能够帮忙你怎样啊理观的正上与融通，啊，跟着。兼行六度，啊，这个前面这边读诵跟说法，啊，都是在结，都还没有在行，啊，兼行六度进入到这一边呢，哈，哎，已经是行的出门了，实则还是结比较多，啊，兼行六度，啊，此时什么呀？理观为主，事修为辅，啊，最主要还是在什么？一理观，啊，哎，那兼行六度，当我们呢对于法界观，啊，能够体悟的时候，这个时候必须要透过什么四修，啊，四修，那四修的时候，这一边跟你讲，你必须要什么兼行六度，啊，这边用兼，啊，兼就代表呢。那相对的就是正行呢，兼啊这一边是以理观为主，事修为辅，也就是让你怎么样啊，事理怎样融通啊。那这里的事理融通呢，啊，我们要变成定慧怎样啊，一如，要变成定慧一如啊，而且一佛圣这一边是属于什么呢？动静一如，而且表现在动中，啊，在动中就能够安住在这个法界观，啊，所以事就代表这个什么禅定，离呢就代表这个慧，同时这个事呢，哎，在动中又表现在于什么利他之行，啊，利他之行，啊，那利他之行以这个什么？般若慧，啊，在这边我们这边讲，应该是这里是属于利他之行呢，啊，那离呢，啊，才是这个什么啊，般若慧。那所谓的般若慧呢，就代表有定，啊，有慧，啊，有定有慧，啊，哎，那定慧的具足，哎，那。在这边兼行六度，开始从事利益众生，啊，那利益众生就是在世间，哎，在世间体验出世间，啊，让世间以出世间合而为一，成为一真法界，啊，成为一真法界，啊，那利益众生，啊。这个众生，但是众生难度，哎，那众生是不是难度呢？
在这边也不是说众生难度啊，这边最主要是面对的是众生还是自己？修行我们是面对他人还是面对自己？先面对自己啊，实则是自己的问题，不是他人的问题啊。那这一边透过利他，利他由利他来怎样啊，嘿，反射呢哈，来看到自己啊。那所以呢，在这里利他之行，要看看你的般若慧到底稳不稳定啊。从这个地方，那因为众生难度，众生难度，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定力不够的人，我们就会发起呢啊这种嗔恨之心，嗔恨之心。那嗔恨之心，那这个就有违菩萨道，有违菩萨道。那这个时候代表般若慧，也就是定慧，这个时候已经偏失了啊。这个禅定力不够，不能够安住在法界观空性中，于是乎我们被外在所染，哎，这个时候说兼行六度，这个时候就应该怎样啊？回去再深修禅定，加深你的般若慧，啊，哎，等到你呢，哎，这个禅定认为可以了。之后再入世间啊，世间再行什么化他，在化他当中哎，考验你的般若的智慧禅定的功夫够不够，不行的话就要怎样啊，再回去深修禅定啊。如是呢，借由外在跟内在慢慢之间的融合啊，哎，那直到呢啊到达某一个稳定的程度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呢兼正行六度啊，这个才是什么开始真正正修就可以了啊。正行六度啊，可以义无反顾啊往前行菩萨道啊，哎，所以在行菩萨道的路上呢，这里有一个什么呀次第，它这里有一个次第啊，信跟着呢解啊，解完了之后才什么行啊，才能够行啊。那当中都是以这个实相智慧啊，扣紧实相智慧，安住在无声中来行菩萨道啊，来行菩萨道啊。那这个就是呢五品弟子位，也可以讲说啊，是一佛圣啊，这个菩萨行啊的实践法门啊。那大家若是呢这个学习上啊，这个到底呢没有一个方针，也可以参考哦，原来它有它的什么步骤的，它有它的步骤，啊，所以啊，在行之前必须要先懂得理，啊，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无悔法门。跟着呢，我们继续来讲，这个无悔法门，啊，这个无悔法门呢，实则它是由五品弟子位开出来，啊。若是人啊，由这个随习读诵啊，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来悟入的话，那怎么办呢？啊，若是我们很努力啊，都没有办法来悟入，那这个行道呢，啊，这个障碍多，那就代表你的业障啊，可能你的宿业障哈，这个现前的。
那树叶障现前呢？叶障现前，所以我们智慧不开啊。那智慧不开呢，在这边我们透过怎样呢？无为法门，那、啊、来做这个辅助的修行啊。那这个无为法门呢，它是从《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啊为底本开出来的啊。那实则呢，这个忏本呢，哈，都是依据啊，我们这个大圣的忏本都是依据这个《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为底本啊，做这个忏悔啊。当然，它也适合以小圣法，但是小圣法大部分都是以呢，这个四相忏为主啊，这个礼忏倒是少，但是礼忏当中又有空观、假观、中道观，啊，那普贤菩萨代表法界大士，所以呢，哎，这一边的虽然叫无声忏悔，实则他是用中道第一观法界理作为刑罚，啊，那行者呢，若是不知啊，啊，若是用空观啊，那只不过呢，也是属于就变成小圣的忏悔法。啊、哦，那你就是假观，就变成菩萨圣的忏悔法门，啊，那你就是中道第一观呢，那就是呢一佛圣啊的法门，啊，所以他只是用一个无声啊无声忏悔而已，啊，那实则跟前面是一样，啊，那无慧法门呢这一边有分为呢理观和事修，啊，理观呢。啊，就是初心即缘，中道实相，啊，初心一开始，啊，缘这个什么法界观，啊，就缘法界观，啊，跟这个随喜品是一样的，啊，哎，这个信受法界观之理，啊，那理观不能够误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什么事修辅助，啊，事修辅助。四修这一边无慧法门，忏悔劝请，随喜，这个回向发愿忏悔，啊，前面讲过，啊，我们透过呢，读诵乃至说法，没有办法帮忙我们啊，这个悟入这个法界，啊，这个一佛圣之理，那怎么办呢？啊，那说行人这个代表树叶障现前，啊，也就是过去的，这个叶障现前，啊，那唯有透过忏悔法门，啊，忏悔法门，面对的诸佛，啊，面对的诸佛，请诸佛为我们做证明，啊，如是呢，忏悔，啊。过去的业障，那希望由诸佛菩萨为我们做证明，哎，消除我们的罪业，啊，那消除我们的罪业呢？哎，那罪业什么时候是消除呢？啊，这跟我们呢，一般啊做法会是不一样的，啊，实则他这个这个我们这个无慧法门呢、啊。若是用在我们的四三昧里面，我们是用在呢法华三昧，啊，它这个是用在法华三昧跟方等三昧啊，啊，也就法华忏跟什么方等忏啊，这两个三昧行来的，啊，哎，那当中呢，就是透过什么，透过这个读诵，还有呢禅坐。啊，法华三昧跟这个方等三昧，我们叫做半行，嘿，半坐三昧，啊，半行半坐三昧，啊，来就是透过读诵经典，我们透过忏悔礼拜，也来读诵经典，啊，那读诵经典，然后我们呢，啊，也来禅坐，啊，那前面忏悔。啊，希望能够消除业障。这个读诵大圣经典，
住开礼观，啊，哎，在呢之后必须要禅坐，加上四修，让定慧相应，哎，哎，但是我们现在的忏悔法门呢，啊，就将最后最重要的呢，哎，这个禅坐现在拿掉，啊，所以我们现在变成，啊，只不过行忏悔法门，还有行什么呢？读诵经文，跟着禅坐就没有，啊，那这个样子就变成呢，由出世间变为世间。那实则这个忏悔法门的行法呢，是在让我们断烦恼用的，而不是呢，哎，这个求福报用的，啊。消除业障是什么样呢？因为对于你的行法有爱，所以才要行这个忏悔法门。而若是呢，你在这个行法上没有障碍的话，能够悟入实相的话，那还需不需要行这个忏悔法门呢？哎，那就不需要，那就不需要。好，哎，那因为呢，有这个树业障的障碍，所以让我们智慧不开，不能够悟入，啊，乃至于呢，哎，不能够，啊，在实践当中禅定，不能够入禅定，与实相空慧相应，那这个都是一种树业障的障碍，哎，那也必须要透过呢，哎，这个忏悔，啊，那所以一讲到忏悔，它的先前就必须要什么呢？持戒，持戒，啊，哎，那因为持戒不清净，内心恼乱，所以希望透过忏悔，让你呢内心不恼乱，啊，那什么时候忏悔清净呢？才代表业障的消除呢？啊，就是你内心不恼乱，能够入禅定，啊，这个就代表业障消除。啊，那业障消除不代表过去的业恶业就没有了，啊，因为呢，啊，有因就有果，那过去造的恶业，将来还是要感报，哎，只不过呢，你目前内心不恼乱，啊，不恼乱得以禅修入定，啊，那这个样子我们就称为忏悔清净，啊。所以忏悔法门的忏悔清净跟恶业已经消除了，那是两回事，那是两回事，哈，这不同，所以恶业将来一样还是要遭受恶果报，那这一边先行忏悔，这个消除业障，那忏悔当中读诵经文，读诵经文我们也加什么劝请，哎，劝请呢，就是劝请十方诸佛菩萨常住世，啊，那为什么要劝请十方诸佛菩萨常住世呢？因为诸佛菩萨他们有慈悲之心，啊，能够救度众生，啊，那所以诸佛常住世，众生就因此而得度，啊，那因为呢，我们烦恼未断，烦恼未断，未能呢真正去度化众生，啊，所以我们劝请诸佛常住世，啊，哎，那这个样子，诸佛说法，众生得利益，那就好像呢，我们，哎，因为有我们的离情，啊，那就等于是什么呀？间接等于是我们在度化众生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要劝请诸佛常住世，哎，这个什么利人，同时呢也利己，啊，啊，那这个就是劝请。随喜呢，随喜实则，啊，就是前面的劝请，啊，那因为诸佛菩萨常住世，常说法，众生以此得到利益，那我呢也与会在座，哎，所以众生得利之余，我呢
也因此而得利啊，因此得利。哎，那随喜这边什么说庆人庆彼，庆他人啊，听闻佛所说，能够离苦得乐。哎，我为他喜啊，同时呢，我也因此离苦得乐。哎，我也怎样啊？哎，欢喜啊、哦！所以这个随喜是什么？庆人庆彼啊，哎，那这一种解脱之乐啊，所以我们叫做随喜啊。哎，跟我们现在随喜，哎，这个一毫之善这种呢赞叹法又不大一样哈。哎，我们看人这个行善做好事，还有我们赞叹他啊、哦，那这个也是随喜的一种呢。也是随喜的一种啊，哎，那这一边的真正的随喜是，哎，能够得到呢啊，离苦得乐，真正的利益啊，这种法乐，我们叫随喜，啊啊，跟着第四个回向，啊，回向，哎，所有所作完全回向法界，好，那完全回向法界，也就是回向佛圣，哎。种种所造的善业，希望将来能够成就佛道，啊，那佛道也就是什么圆满嘛？希望我所做将来所做一切皆圆满，啊，所以回向啊这个佛圣啊法界，啊，所以我们时常听人家讲呢，哦，我们回向法界，回向法界，对不对？啊，实则就是回向于呢，啊，这个希望将来成就佛道，啊，哎，那第五个发愿，啊啊，愿早日成就佛道，度化一切众生，啊，让一切众生皆成佛，啊，哎，那这个就是无悔法门，啊。那这个无悔法门呢，实则跟这个五品弟子位两者是相辅相成，相辅相成啊。因为我们讲过劝请礼啊，这个忏悔里面，我们除了忏悔礼拜以外，还要怎样啊？劝请读诵经文，对不对啊？哎，那读诵经文跟上面的读诵是什么？一样的，哎，一样的啊。哎，所以你看我们的忏悔本，忏悔本除了忏悔六根以外，还有读诵经典。读诵什么经典呢？哎，如何断除烦恼，对不对？如何证入甚深第一地啊？哎，那这边就是在读诵说法啊这一边啊，所以两者呢，两者实则是相辅相成的，相辅相成啊，读诵。这个不能够误入，就必须要透过什么忏悔啊啊，尤其是修禅定的时候，修禅定你也需要透过这个忏悔啊来呢消除你的宿业障啊。那如是进入呢到这个什么正行六度，跟着我们就叫做初信啊，初信啊。初信这边开始到实信，哈啊，初信是断三界的见惑，分证一心三观的空观，啊，到了七信位的时候是断三界的失惑尽，证一心三观的空观，啊，八信呢是断三界尘沙。无明惑啊，九信是断界外的尘沙惑，正一心三观的假观啊，十信是伏法界的无明惑，正这个什么相似的中道观啊，初住呢破无明，分正一心三观啊，这边可以给他写中道第一关哈，
然后妙觉呢是究竟证一心三观，啊，前面初住这一边是分证，啊，那边是究竟证，啊，那在这边初信呢，啊，实则从这个初信开始，后面的法门呢，法门实则也没有离开前面，啊，这个五品弟子位还是无回法门，啊，因为从初信要入到二信的时候，哎，会不会有业障的现起？会不会？会，也是会有业障的现起，啊，那业障的现起，哎，若是不能够消除的话，那这个时候也是需要修无回法门，啊，也是需要修无回法门，啊，那无回法门这一边呢，比较偏重于禅定的前方便四修，啊，至于呢读诵说法这一边是比较偏重于教理会的开发一边，有没有？啊，刚好是教观二门，啊，教观二门，啊，哎，那这个辅助呢，啊，初信、二信、三信、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等觉地，若是有问题，就是透过五品弟子位还是无回法门，作为啊这个行者啊，作为行者符合正真的方法啊。所以这里五品弟子位、无回法门，你不要以为说是在初信位之前哈，不是这个样子。哎，因为这边都是帮忙你法义的融会贯通，以及四修树业障的消除，啊，所以这里不是初信之前才做这个，啊，初信之后也是一样，啊，以前我们在天台宗派教学一立法实相论就有讲，弥勒菩萨北无他法，只修无回法门。那可见无回法门从这个实信之前到最后的等觉，那都是通用的，都是通用。所以呢，有的人会误认，以为这个无回法门是在怎么样啊？初信之前才用，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通前后啊，还未就近的时候都适合用这个法门啊，好。那初信呢？这边是先断三界的见惑，啊，那么讲分证一心三观的空观，哎，因为我们在这边是做什么法界圆融观一心三观嘛，对不对？啊，那是证得分证，而且这边是分证，因为它只有断了三界的见惑，啊，三界的见惑，所以它是分证。一心三观的空观，哎，分证啊，哎，那七信是断三界的见思惑尽啊，所以是证得一心三观的空观成就啊啊，那八信是断三界界内的尘沙无明惑啊。那九信呢？是断界外的尘沙惑，啊，所以这边是证得一心三观的假观成就，啊，十信伏法界的无明，伏法界的无明所证的，我们叫做相似中道观，啊，那初住就破无明，分证啊，这个一心三观的。第一中道第一观，啊，那到了妙觉地的时候，就是呢，究竟证，就是究竟证，啊，那这一边呢，哎，我们跟以前的写法有一点点的不同，啊，这边我们写到什么一心三观的什么空观，对不对啊？啊，一心三观的空观，这个。在这一边呢，哈，
他这个一心三观应该是怎么讲呢？啊，他的断惑呢？应该是属于我们讲全面性的。前面别教的时候，我们讲次第观，对不对？啊，次第观的时候呢，它是一个证，空观成就了之后，断见师再做这个什么假观，啊，假观断了尘沙以后，再做这个中道观，啊，那三者呢就不一样，三者都不一样。现在我们做一心三观，这个法界观，这个法界观呢，哈，它一心三观都观，嘿，那照道理讲怎么表达呢？就应该像什么样呢？整个都是涂满，整个都是涂满，只不过涂满它是怎样啊？比较淡，好，哎，所以呢，当初信的时候，已经证得一心三观的空观，对不对？到了七信的时候，这个空观就应该怎样啊？哎，比较浓一点，比较浓一点，对不对？好，而且这个浓是怎么样？全面性的，啊，到了这个呢？九性的时候，假观的时候，这一个呢，法界是不是更加的浓一点？对不对？到了这个呢，初住的时候，可以讲说怎样啊？有更加的浓了，对不对？啊，到了这个妙觉，哇，就整个就跟怎么样啊？哎，你看啊，这个蓝色就全部都一样了，是不是？哦，所以它这个是属于什么？全面性的，前面是怎样啊？次第性的不同，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哎，我们这个，啊，就像这个一杯水，就像一杯水，啊，这一杯水呢，这一杯清水，这一杯清水我们加进去这个墨汁，啊，哎。譬如讲，这个初信分证一心三观的空观的时候，就好像已经先怎样啊，滴进去了一滴，对不对啊？哎，但是这一滴呢，一融进去的时候，有没有黑色？没有，还没有。怎么没有黑色？有，很淡。还是有。有嘛？但是这个黑色是怎么样啊？充满整个茶杯吗？但是怎么样啊？很淡嘛，对不对？啊，当我们初信、二信、三信、七信，哇，到了这边滴了七滴的时候，哎，慢慢是不是有颜色了？哎，灰色已经看出来了，对不对？到了第九信的时候，滴了九滴的时候，哎，啊，有点黑的，啊，对不对啊？哎，到了这个十信的时候呢，哎，更黑了，啊。哎，到了初住的时候，再加下去的时候就越明显了，哎，然后加到妙觉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是已经呢，哈，啊，完全漆黑了，对不对？好，所以它是属于什么？一个全面性的，哎，跟别教比起来，别教它是个别性的，啊，这样可不可以？啊，啊，这个比喻我想很久啊。你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对不对啊？哈，啊，那时候我在想，啊，这两者呢，哈，我们一直搞不清楚，这个次第观的次第正正跟这个呢，哈，哎，这个圆融观，哈，意识正，这个到底应该是怎么比喻比较好呢？啊，后来我才想到，啊，哎，想很久才想到，哈，哎。所以我们听是很简单的，实者有时候呢，讲的人呢，哈，哎，这个为了融会贯通，啊，那你就会刺激，啊，你的脑力，啊，那如是呢，这个都帮助你的法义的融会贯通，啊，所以读诵说法，
啊，有这个大利益啊。哎，那法门呢？法门除了呢，这个五品弟子为无悔法门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样啊？十法成圣啊，我们又叫做呢哈十圣观法啊，又叫十圣观法。那我们休息一下呢，我们再来讲这个十圣观法。跟着呢，我们来看到十法成圣。十法成圣呢，又名十圣观法。第一，这个观不思议境；二，发真正菩提心；三，善巧安心止观；四，破法片；五，四通塞；六，道品调适；七，对治助开；八，智慧次；九，能安人；十，无法碍。他这个呢，十种观法啊，来成就佛圣。实则呢，他这边四教都有四教的这个十法成圣，都是一样的啊。那内容不同在哪里呢？不同的地方就是第一个啊。这个在这个教观纲中里面呢，应该他讲的比较详细啊，他四教都有四教的这个十圣观法都有啊。那只不过前面的这一边是什么？观不思议境，对不对？观不思议境，这一边观不思议境啊，即观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三谛圆融，那这一边做一心三观法界观，那若是前面呢？前面藏教，藏教就是观思义境，观生灭之法，那若是通教呢？就观思义境。无生之法，观一切法无生，那若是别教，别教，就观这个无量法，那前面藏通二教，它是属于空观，那别教呢，做假观，所以观无量法。那这一边做中道第一观，所以这边观不思议境，观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四教呢就是第一个观法不一样而已。那观法就是理啦，因为理不同啊，所以后面所断的烦恼成就了功德，那我们就分为藏通别圆的不同啊。那这一边观不思议境以后就要什么发真正菩提心啊。那前面三教我们呢若是看到稳的时候，你会看到它是什么发菩提心啊。那这一边是发真正菩提心啊，代表这里是佛圣啊，所以他有加一个真正菩提心啊，来有别于藏通别的菩萨圣啊。这边讲这个真正菩提心，又称起慈悲心，修行者发原教无作之菩提心啊。为求菩提救度众生，立四弘誓愿啊。你看这一边的慈悲心，行者是发什么原教的无作菩提心啊。那若是前面藏教呢，
藏教就发什么？哎，生昧菩提心，啊，通叫做无生菩提心，啊，哎，那别教的菩萨呢？叫无量法的菩提心，啊，有没有？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哈，哎，同样是菩提心，法的不同，成就不同。啊，那这样子来配合四教的说法，啊，哎，跟着呢发完菩提心以后，就应该怎样行，啊行，啊，哎，三善巧安心止观，啊，说善巧用止观使心安住于真实之本性，哎，那这一边就是呢，啊善巧止观。安心于法界，啊，哎，那就是藏教呢？啊，对，安心于性空无生实相中，啊，哎，那别教啊，就安心于无生空性实相中，啊，那这一边都。藏教用虚空观，啊，通教用体空观，啊，那别教呢？哎，别教一样，安心于空性无生中，哎，啊，但不住空，能从空起用利他，做。假观，啊，那原教才是做呢，啊，这个法界观，啊，那第四破法片，啊，说即破除片离一切诸法有所执着之心，哎，啊，破法片呢？就是对于呢哈，哎，这个诸法是有所爱，有爱之心，啊，哎，那因为有所爱，所以我们有没有办法安心实相？啊，就没有办法，啊，就没有办法。所以这里呢，后面的破法片呢，啊，就是为了辅助。善巧安心止观，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住在实相中，所以我们必须要怎样啊？破法片，将一切障碍消除掉，啊，哎，那第五是通塞，哎，说于能破之观之通塞，识别情智之得失，啊。四通塞呢，就是相对于破法片来讲，哎，破法片呢，哈，你要知道什么是通，什么是塞，哎，若呢法能通，能够安让你安住于止观，哎，这个时候须护持它，啊，若是有碍呢，有碍就须破，啊。哎，破就要断除、消除它，啊，所以四通塞，你要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哎，就叫四通塞，啊，哎，那所以四通塞实则是对于破法片的辅助，啊，哎，六道品调试，于37道品。选修其中适合行者之能力性职责，啊，道品调试，道品就是指37道品，啊，37道品就是四念处，啊，四如意，啊，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啊，在这37道品当中呢，啊。你要来选择适合自己行者的法门，啊，哎，那这个道品的调试呢，
也就是前面的四通塞啊的真上啊，这个通则虚护，塞则虚破啊，所以呢，道品调适也就是通则虚护啊，那这个样子你才有办法啊安住在实相中啊。那七对治住开啊，又称住道对治，修悲净具体之善法，以为去除障碍之帮助，即开辟三解脱门，以对治障碍啊。这里的对治住开呢啊，有一个对治观，还有一个呢理观。对治住开呢啊，就是对道品调适啊的辅助啊。道品调适呢，选择适合你的法门来让你增上啊。那所以呢，需要这个方便道来辅佐你啊。这里对治啊，有一种是对治观，而对治观也就是说呢，譬如讲对治我们的烦恼妄想心啊，那你就要修对治观啊。对治观就像我们讲的五停心，对不对啊？多贪众生、不净观等等啊，这个就是对治观啊。再来，对治观是扶助烦恼啊。那进一步呢，你就要转为理观，理观来断除烦恼啊。那理观它就是开三解脱门，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啊，来帮你呢入实相。哦，所以这里对治住开有一种对治观啊，还有一种呢啊是属于理观啊。那这一边就是呢辅助道品的调适啊。第八知位次啊，虽居凡位，然不起以当圣位之慢心。了知自己修行之阶段，即至善分别，是知修正之分歧啊。知位次就是知位阶，修行的位阶啊。你像现在我们原教的位阶啊，有五品弟子位啊，十信六根清净位啊，跟着十住十行十会相十地等觉妙觉啊，种种的位阶啊。说这个位阶啊，啊，应该要知道，这个位阶最主要就是防止呢以烦滥胜，啊，这个增上慢，啊，说智慧是说虽居凡位，虽然我们现在是凡夫，对不对啊？然不起以登圣位之慢心，哎，那不要升起怎样？哎，好像呢我们讲的，哎，这个不思议法。所谓的妙法，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再圣不增，再凡不减，凡夫本具如来一切智慧功德。哎，听闻此心啊，听闻啊，此闻，这个时候起增上慢啊，凡夫本具如来一切智慧功德，那将自己认为呢，视同如同圣人一样。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凡夫本具，这个是属于理说。还有一个事说，就是说你证了没。所以呢，依理来讲，凡圣亦如；依事相来讲，凡圣有别。若是一样的话，那你也应该有如来真实功德利益啊。但是我们有没有？
没有嘛，对不对哈？所以没有呢哈，哎，听此文，你可以信受，但呢未证，啊，所以这个不一样的，啊，所以知未次就是呢，啊，虽然是凡夫，但是呢，防止我们啊以凡滥圣啊，所以不起登圣位之慢心，啊，哎，了知自己修行的位阶，啊。那这个样子我们就不会起这个增上慢、哦、所以这个位阶、啊、很重要，这个位阶很重要、哦那第九能安忍、啊、安忍对于内外之障碍心不动摇，能安忍成就道事、啊、安忍就是呢我们能够什么安住于法界、啊哎、在正位当中对于内在的烦恼、啊、外在的烦恼我们能够呢、哎、第一个控制住、啊、第二个呢要安住在怎么样呢、哎、这个实相当中、啊、要安住在法界性、啊、这边是安住在法界啊，乃安住法界，心不动摇，啊，那所以呢，能安忍是对于位次啊、位阶啊这一边的辅助，使无法碍，啊，说又称离法碍，即去除对于非真菩提之执着。而进入真正菩提之位，啊，实则无法碍叫离法碍，也就是说，安忍，他这边实则是对安忍的一个辅助说明。我们行者对于所证的位阶，啊，然后应该安住在实相中，哎，那安住在实相中，是不是会有所止呢？啊，这个安呢？安忍呢？哈，安住就是怕你有所执，有所执，说有所执。哎，你现在呢？哈，证得空性，那你安住在空性中，哎，这样子对不对？不对，正空不住空。啊。也就是说，行者证得空性，哈，若起了心念，我安住在空性中，哎，若是起了这个念，那就变成有所执，动念就有所执的，啊，哎，说这个时候应该要怎样啊？去除这个妄念。啊、哦，哎，那这个叫做离法碍，那也就是无法碍了，哦，就是离法碍，啊、哦，哎，所以，这个非实相不应住，实相呢，也不应住，啊、哦，哎，那换句话说，就是达到无念，无住而住，啊、哦。哎，无念而念，念而无念，哈、哦，哎，那这一边就是呢，实法成圣，啊、哦，实法成圣，修行的方法，啊、哦，那实则呢，这一边只不过到达这里，啊、哦，第一个观不思议境，观不思议境以后。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以后进入到什么正修啊？善巧安心止观，对不对啊？啊，欲证入法界，后面讲的这个全部都是对前面的辅助，怕你呢破此关又执着此关啊，所以他实则是一直在荡除的。从善巧安心止观以后，对不对？就开始
破法变、四通在后面等等，都是对于怎么样啊？前面的荡除，让你能够怎么样安心止观，悟入法界啊。那实则我们讲理不同而已，四相都一样，后面的呢也是都一样，障通别，对不对啊？都一样，只不过前面第一个，这个理不同啊，这个理不同，那后面整个完全都一样啊。那这一边就是呢，这个十圣观法啊，那所以原教在修行方面有一个禅观是十圣观法啊，那有一个是五品弟子位，还有一个呢无回法门啊，那刚才我们讲过了，五品弟子位比较偏重于在于教理啊，会的开发啊。那这个无回法门呢，啊，实则跟实法成圣两个比较类似啊，因为这一边呢安心止观啊，安心止观这一边若是不得修禅观，就必须要回到这一边忏悔法门，加以做辅助修行，对不对？啊，所以这两者呢，哈，比较有关系一点，哈，但是原教的位阶呢，原教的位阶有时候，啊，它是开到五品弟子位，有时候呢，前面五品弟子位它不开，它就直接讲十法成圣，初信呢，哈，修十法成圣，啊，就直接这么讲，啊。那十法成圣呢，啊，也是一样，跟前面所谓的五品弟子位还是无回法门，适合每一个位阶，啊，都适合每一个位阶，它不是最前面而已，啊，实则是适合每一个位阶，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初学者不懂，以为呢，啊，它是适合在初信，啊，那不是这个样子，啊。那刚才呢，我们讲到说这个初信位，初信位是断三界的见惑，对不对呀？啊，断这个三界的见惑啊，然后呢，分证这个什么？一心三观啊的空观成就啊，对不对？啊。这里应该是空观的成就了，那实则这边分证一心三观呢，也可以讲说分证即空即假即中的空观成就，懂不懂？啊，一心三观就变成呢，即空，啊，以前我们好像讲是属于即空。即假，啊，即中，啊的空观成就，哈，这个不懂的话要一直写上去哈，大家给它写上去，写上去会做一个辅助呢，会好一点，啊，可能写呢哈，分证即空即假即中的空观成就，可能，大家又会好像懂一点哈。所以有时候对初学者要写得很白很白哈，那在于呢，啊，我们这个整个五十二个位阶里面啊，那这边五品弟子位我们就叫做外凡，啊，这个十信位呢，十信位我们就称为。内凡，啊，内凡位，啊，没有，啊，啊，那这边初住呢？初住就是见到位，
啊，出住就是见到位，那、啊。啊，它的位阶呢？啊，内凡外凡见到位，啊，那呢？这一边我们还要再配对，啊，配对呢这个别教，啊，啊，别教呢，52个位阶，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啊，那别教的实性位是属于外凡位，外凡，啊，内凡呢，30心、实住、实行、实回向，30心，它这边是内凡位，对不对？啊，内凡位，啊。当中呢，啊，这里的出住，出住呢，别教的出住是断3界的见惑，啊，那这一边呢，它是以断惑来讲，啊，先看了哈，这一边是以断惑来讲，啊，你说呢，它不一样，因为。原教做的是一心三观，啊，哎，那这一边现在做的呢，啊，它是次第观，啊，它是做次第观，啊，哎，这个我们要先讲的，一个是一心三观、圆融观，即空、即假、即中，啊，一个是只有。从假入空观，对不对？啊，那这个位阶的转阶呢？它这个转阶，它是方便说，哎，为什么讲说方便说呢？因为它的理不同，有没有看到？原教是初心即言，中道实相，就初心就开始做一心三观法界观了嘛，对不对？哦、他做的是即空即假即中嘛，别教是怎样啊？从假入空观，那两个理是不是不同？已经不同的嘛。虽然所断的烦恼是同，但是理不同，那功德呢？那就代表不一样的，哎，那就代表不一样的、哦、所以呢，啊，这个他只是方便说，那这边是做一个方便说。啊，因为行者要做一个转接，做一个转接，啊，这个别入缘，这个转接做说明，哈、啊，哎，那转接实者是在哪个位阶做转接？是在初住见到位，也就是他的初地做转接嘛，对不对？啊。别教破无明正法身，这个时候才转入原教的，才真正转入原教啊，不然没有转入原教哈，不然是没有哈，哎，那这一边现在是方便说以断惑做说明，所以断惑的时候，哎，这个原教的初性是断3界的见惑，哎，那相对别教来讲，就好像呢。他的初住位，啊，哎，那原教的七性，啊，这个断3界见思惑境，就等于呢，哎，这个别教的七住位，因为他也断见思惑嘛，对不对呀？哦，所以这两个啊，依断惑来讲，哦，所以讲到这一边，要一直强调，要一直强调，嘿。依断惑而言，不是依理而言，依理就不同了，就不用再讲了，对不对？啊，这是依断惑而言啊，所以呢，原教七性就等于别教的七住啊，哎，那这个原教的八性就等于它的十住位，九性，哎，原教九性
这边断界外的尘沙，就等于别教的实行位，断界外尘沙啊。那它的实行位相似中道观，就等于它的实回向位相似中道观啊。那别教正出地的时候，就分正，分正中道观了，对不对呀？这个时候就跟原教的出住是一样等同的。所以真正转接，我们讲原出住别出地，就讲这边。那前面的会归，这里是方便说啊，方便说，对不对啊？那行者，那虽然是方便说，行者若是呢，在这个怎么样呢？出住的时候，他也能够悟入圆融观的话呢，那他就变成转为什么样啊？圆教初信的菩萨了，对不对啊？若是实住位的时候，他能够悟入圆融，那他就转为呢八信的菩萨。好，就要这么讲了，啊，所以他这边最主要是依呢，哈，这个别言未接啊，这一边是最主要是依断惑而言，不讲理的啊，那真正就是原出住别出地啊，那别教在这一边呢，出地开始这一边到七地。啊，大家记不记得这一边就有什么大圣的初国、二国、三国、四国有没有？啊，记不记得？有大圣的初国须陀洹，也有大圣的四国阿罗汉，对不对？啊，那到圆教有没有？啊，圆教有没有讲初国、二国、三国、四国有没有？没有。对，就没有了哈。你看。到圆教这边出住以后，对不对啊？哈，正住法界，这里菩萨威接，他这里就不讲所谓的出国二国啊，所以这边的出国二国，这代表什么？大圣方便说，我们也有这个四国的果位，相对小圣也有四国的果位，对不对？是相对这个来讲啊，所以到圆教就没有了啊，所以经中都是有写大圣的阿罗汉还是大圣的出国，那。这个可能就应该落入到什么别教啊，落入到别教啊。那通教的时候，通教讲什么呀？讲几地？对，通教我们讲十地，对不对？我们通教的时候有十地啊，通教的十地呢啊，外凡。外凡是属于干秽地啊，内凡呢，内凡是性地啊，八忍见地这一边呢是断见惑啊，断三界的什么啊见惑啊，薄地呢啊。那四地断三界的见惑啊，那断三界的见惑就等于是呢，这声闻的出果位啊，薄地呢，断欲界九品的前六品，就等于是二果位，第六离欲地断欲界后三品啊，施化的后三品等于声闻的三果位。第七以半地啊，断这个色无色界失惑尽，等于声闻的四果位啊，那这一边和上面别教，别教的实性它是外凡位，外凡内凡三十心当中十住十行十回向，它的十住位初住断三界的见惑，对不对？啊，所以呢，别教的出住又等于是八，这个什么通教的第四地的四地的菩萨，啊，那这个二住就等于是
通教的伯弟第五弟啊，哎，然后呢，这一边就是什么呀？果相果相，对不对？果相果相啊，到了第七柱啊，第七柱啊，这个断见思或尽，就等于是第七地的四国一半地啊。别教的八柱啊，断界内的尘沙，哎啊，那就等于是怎么样啊？这个通教的辟支佛啊，哎哎哎，这个什么浮尘沙啊？然后九柱的时候是断尘沙，就等于通教的菩萨，哎，十柱呢？啊，这个见思尘沙无明尽，就等于他的佛地，啊，哎，那这边做一个转接，通教行人，这一边是做体空观，对不对？体空观，若是呢，在这见地的时候，他若是能够悟入不空，悟入不空就为别教所接，这个时候他就变为别教的初住。啊，就再也不是呢哈，所谓的四地菩萨就变为初住哈，哎，若是呢，他在四国，他在七地以半地的时候能够证空又悟入不空，这个时候被这个别教七住菩萨所接，就变为别七住，啊，那若是呢？在这一边能够悟入法界，不空亦空，那就变为圆教的七性菩萨，也变为圆教所接。所以要悟入那个离的不同啊，未接转接，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哎，啊，那在声闻里面，若是藏教，藏教外凡，啊，我们就讲到什么，哎，五停心，别相恋。总相恋，对不对啊？哎，内凡，啊，哎，鸾顶人是第一，对不对？啊，出国哦，这圣位断三界见惑，对不对？二国断三界失惑九品前六品，三国断后三品，四国见思惑尽啊，哎啊哎，那做一个什么转接这样而已嘛。啊，那当中还有理，对不对？啊，生昧不生昧啊，这个理的不同而已。啊，哎，那这一边就是呢，未接啊啊，未接啊，它我们附带说明它的转接，它的转接。好，啊，那这里四教啊，四个未接啊，我们做一个转接啊。下面的成佛像呢？哎，那我们就留着下一次我们做说明，下一次我们做四教的成佛像，还有做一个总结呢，做一个总结啊，我们整个呢，这个四念处啊，这个四教啊，这个次第的建立，我们下一次做一个总结，啊，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先来做回向，我们大众请合掌。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